这个一般吼，咱的同乡拢叫杰克，啊，杰克吼，对，的意思吼就是千斤顶。哎，这是要去杰克呢？杰克就是千斤顶。哎，有时候中国人啊都会故意把你翻错。什么原因啊？杰克吼绝对不是顶一千斤。可以顶起那个车子哈、哦，表示不止一千斤。所以哦，中国人因为是外国人发明的，就是要把它贬低，啊，只有千斤而已。事实上，它可以顶起一万斤没问题。哎，可是中国人一定要把它贬成千斤就好，甚至于想要把它贬成百斤。这是中国人的思想。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哈，所有外国来拢买。跟咱中国才好，啊！你敢知影什么叫做中国？中国成立吼，才105年尔，叫做中国。中国这个国家吼，古早时代无国家的观念啦，哪有什么国家？全世界拢知影伊叫做 China， 对不对？嘛拢叫伊 China。啊，甲咱家己的人讲，哦，我有做大汉，我有做大明，我有做大清，我有做大，所以吼、哦，迄拢假，因根本就无国家。中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拢无国家，安怎讲？因为因拢互外族的统治。大清帝国毋是因的人，大明帝国嘛毋是因的人，大汉。大同拢毋是因中国人，啊，毋过吼，因拢叫伊祖国，对不对？恁历史课本有读到，上有名迄个祖国，全世界上有名迄个叫做成吉思，对不对？因拢甲叫成吉思汗，啊，成吉思汗，汗是一种尊称，大王啊，哦，天可汗。迄个叫做汉，后一个人甲你灭国去啊，人甲你打败啊，你都尊称他为汉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实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。唔啊，伊叫做汉，连大同帝国迄个李世民啊，伊嘛做天可汗，所以甲你骗讲我们都是汉人不？事实上，他是说那个流汗的汗，唔是这个汉，你不要搞错。所以有侬模糊，一切都帮你模糊。咱即摆来讲个真正来上课吼。咱个题目我点做呼延爱，呼延爱足简单啊！即伫外国所有全世界拢在想，我是谁而已嘛，很简单。唔过你不知道你是谁。真个人拢一直讲，哪有可能我唔知影我是啥，对无？我是谁？我上清楚啊！啊，无我问你，无你是谁？有啊，哦，我台湾人啊，我伫台湾出世的，我流台湾水，食台湾米的，我绝对是台湾人。你敢有比我较会讲台湾话？马英九啊，会晓讲台湾话呢？哦，伊华晨辉也是新台湾人呢。所以啊，你要讲你是台湾人，爱提出证据。哎，我是台大的学生，对不对？哎，生那个学生证也贴出来，拍谁？我一张是普大的，我读两间吗？不是啦，你是普大的，你敢骗我台大的？哎，文化大学，这拢袂讲都讲袂通过啊！你就是普大，啊，你的身份证就贴出来，中国。啊！你甲我讲你台湾人，所以你搞不清楚你是谁。有时候你驾照一拿出来，我的你是中华民国驾照，啊，我来去中国去开车，你来他成立，所以啊，你是假。这吼，较早，八仙洞你知影？台东的八仙洞，我捌去佚佗。遐、那个遗址是咱5万年前哦，
都有先人比较大，咱台湾人比较大。哎，安怎来讲？啊，这啊这遗址啊，这是国家的一级古迹哦。一级国际是足伟大的古迹呢，无几国有呢。对啊，拢做十外个栋。啊伊吼，一级古迹派新人去甲你徛内底，哇，遮拢新人。每一栋拢派新人去甲你徛内底，我看对啊就好。啊，若这個。这样这六十几年的古迹，根本不六十几年，叫四十年的古迹呀，对不对？四十年讲叫做古迹呀，阮家的厝还阁比伊较老。啊，伊这古迹哦，派宪兵去行，这宪兵阁派去遐行，啊，看派新人行咱的古迹呀。啊，这你就了解讲，什么是台湾人，什么是中国人。你台湾人吼，爱知影你是啥物人。不过吼，你一直搞不清楚啦，因为伊自细汉就甲你灌了，那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啦。全世界敢若因只会堂堂正正吗？别人拢弯弯翘翘，敢若中国人堂堂正正，所以吼，拢甲你教歹。自细汉连教二十四孝嘛，对不对？吼，你们要多孝一点。甚至讲哦，恁一出世，就甲恁变作啥，上生啊！哇，恁一出世了，啊，你姓咩？啊，你姓狗？你姓猪？咱敢袂使姓天上的星座吗？一定爱姓猪狗牛吗？啊，猪狗牛你无姓，佫足艰苦的。你只若有共迄当工年的，甲你问起，哦，啊，你姓猪的哦？你问我一起年哦，讲到足顺的呢，所以你做禽兽做啊怪事，你无感觉讲有啥物可怕的所在？你已经去予毒到这个头壳吼，已经变作迄个拍带去拍壳。啊，毋过吼，你袂感觉，你若人甲你讲，哦，你姓牛的哦，哎呀，我姓梁的哦，姓梁我咧较伟大安尼。无想禽兽，你会艰苦。都敢若食鸦片啊，鸦片你食哦，哦，要食足爽快。你若无食是足艰苦，迄是中毒。恁学的中华文化，讲优美五千年文化，对不对？你若没有这个文化，你会感觉很痛苦，因为它的文字很漂亮，每一个字都很漂亮，因为每一个字都是用画。所以每一个字都很漂亮，所以他讲话也都很好听。那骗人的话特别好听，对不对？尤其啊，是那个我女朋友要骗我的时候，话更好听，对不对？我男朋友要骗我的时候，话更大，吼，甜言蜜语，这个习惯硬，这样派这贵宾去徛的时候。我拄仔讲吼，即、這个阮家吼，嘛要来申请做古迹，叫伊派贵宾来阮家徛。阮家住伫即三楼啊，新店中正路，迄厝拢我咧遐楼哦。遮个学生囝，吼，你来教育部抗议啊！为什么把我们灌这个？中国化是一个文化，为什么把我们，叫做洗脑教育啊？啊，其实恁知影，什么叫做教育？所有的教育拢赶快拢在洗脑，把你不对的洗成对的，也是教育；把你对的洗成不对的，也是教育呢。才去抗议，因为伊毋知影因是啥物人。即个大家嘛讲，阮是台湾人，是安尼要甲阮灌中国文化下去？阮都
啊，即个去抗议的时候，拢唔知影讲因是啥物人，啊，因啥物人的原因哦，出伫个即个，出伫个因替唔着身份证，恁替身份证着中国个身份证嘛，所以受教育当然爱甲受中国教育，甲你教啥？有个人即个学问真好啊，甲你教。国文啊，教数学啊，教英语，教社会，教啥物都，拢用中文甲你教，对不对？用中文甲你教英语，用中文甲你教音乐，用中文甲你教美术，所以你中文哦足好。哦，你中文甚至比中国人较好呢，因为你会晓写繁体字，中国人即马袂晓写繁体字啊，所以咱比伊较好。咱台湾人偌厉害呢？台湾人是全世界上厉害，安怎讲？全世界上歹学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。台湾人学上会起，上歹学的文化是中国文化。啊，毋过后面大家拢足惊学英文的。英文是全世界上简单的文化呢，26年尔，凊彩倒都会晓呢。听几我逐日拢办嘞，遮简单的语言，咱讲学袂晓，啥物原因？恁拢毋捌小想嘞，奇怪嘞，英文遐简单，我竟然学袂晓，啊，中国文化遮尔困难，我都会晓，啥物原因？因为你是敌人啊，你知毋知？你是敌人嘞，恁台湾人较早是跟我中国人战争的嘞。阮中国甲共产党遐是一国之家咧，你知影？中国军遐做共军、国军都是中国军啊，人遐中国人是足清楚的咧。啊，你咧，你家己搞不清楚咧？哦，我们也是，嘿，做兵阁做到怎欢喜？做3年，做2年，哦，是不是？那无去做兵阁，好像没有，不是好难啊。有无？我嘛去做兵，做3天的时阵，做来才知影讲，入来面前我才知影讲，哇，咱三条不带，搁去为敌人当兵。咱毋知影伊是咱的敌人，毋过伊每一个中国人拢知影咱是伊的敌人。所以，甲你教的时阵，甲你教啥？甲你教伊的主文化。伊个主文化，甲你教到恁着，大家拢足清楚个啊！吼，我中国文化偌厚个，3字经背到偌熟个，对无？24孝，大家每一个孝我都会孝。问题是出伫倒？出伫你是台湾人，啊，毋过你台湾人毋知影你家己是台湾人。伊讲要反对洗脑教育。反对这课纲，反对，才一直去抗议。你还知影？即摆还搁在战争呢。你叫是即摆是和平嘛？和平时期哦，搞错啦。当然啦，即摆还搁在战争呢。和平条约是还未签呢。咱台湾的历史是足够的。较早咱台湾啊。1924年的时候，迄阵啊，荷兰人就入来咱台湾传教，传基督教。迄阵啊，因有写2本圣经，一本是迄个罗，迄个马可福音，啊，这是罗马尼。即个罗马尼吼，较早伫个基督教会，诶，即卖还阁真侪阿嬷。拢会晓写，嘛会晓读。迄阿孙仔看到阿嬷咧读这个，伊讲：“阿嬷，你哪遮厉害？连这英文你都会晓？”阿嬷在那讲，你知？唔是啊，这白话字啊。伊唔知影讲白话字就是罗马字，罗马字就是英语字同款。较早咱台湾人哦，咧算数。那365天吼，伊是安尼算哦，
三个一百，六个十个，啊五个一个，安尼才365人。安尼算拢袂向唔对。即吼，迄阵啊，甲咱台湾人啊，咱台湾人吼，其实拢是番啊。不管平地的番、高山的番，拢叫做番。啊，你人就是讲番就歹，番才是好的。迄是中国人咧骂，全世界所有的人吼，拢叫做番，干那因中国人唔是番尔。对吧？哦，像讲英国人、荷兰人就叫红毛番嘛，对吧？啊，美国人伊讲洋人、洋番，哦，真侪所有全世界拢叫做番嘛。啊，迄阵咱台湾有分做两种番，咱台湾迄阵有分青番甲石番，哇！啊，全世界番吼拢足先进。比如讲番姜啊、番茄啦、啊，迄种番番马啦、啊，无番薯啦、啊，即种足先进的，为外国引进入来，拢有做番。诶，干那中国人毋是番尔。毋过你爱有一个了解，咱爱一个实证。你若专门咧共骂人迄个人吼，你若骂人番，表示你家己是番，你知？即款逻辑爱知影，我若毋是番，我袂去骂别人番。较早迄阵啊，无人造卫星，嘛无飞行机咧，荷兰人有法度甲台湾人画甲安尼，真正无简单。迄茫茫的大海，有法度甲台湾画甲安尼无简单。即吼，荷兰人迄阵派两三个人吼，来伫遮教传教、传基督教。传基督教的时阵，爱翻圣经啊，拢甲找牧师来。翻了的字吼，迄阵白话字啊，就是咱台湾话直接翻过，所以会晓读白话字，就是咧读台语。即就是迄本马太福音吼，马太福音的原文。即个读做台语哦，啊，这是古荷兰语啊。迄阵啊有分两本，有一本是约翰福音，佮约翰福音已经看过。迄阵啊，咱台湾人即个台湾番吼，会晓读英语。I am Formosa， 对吗？我是 Formosa 的人，所以迄阵啊，咱番是足先进的。咱这个番吼，你拍锣啊，即个吼考古学吼，拢讲咱台湾话啊，已经啊超8000年啊。其实咱台湾人讲的话啊，还佫有一种泰古文，泰古文吼较像迄个敢若蝙蝠文啊。这就是咱的番，你唔通看这，这是长老的，啊无就头目呢。迄阵啊，咱台湾番啊，拢叫做头目较侪啦。迄阵中国人是无通要穿遮好呢，迄阵因当中国的啊，是拢咧穿迄个破棉袄啊，伊讲新三棉、旧三棉。缝缝补补再三年，伊一领棉袄至少要穿9年的。咱这落啊皮的，逐年嘛咧换。这伫东汉期的底写啊，伊讲吼，台湾吼自古丰富之地哦。这是荷兰人讲，讲台湾啊，因叫做印度啊，啊无就是白。白就是黑的啦，较黑人的所在，就敢若印度、黑印度啊共款。迄阵啊，因是安尼讲咱台湾。啊，其实荷兰人到全世界所有拢，所有人种拢比因较黑啦，
所以所有的零件几乎拢叫无印度啊。啊，这是大清帝国一个人为咱翻，为咱台湾人。大清帝国吼，因为伊讲咱台湾人吼，拢是迄、那个阿里阿斋啊，阿里不达啊，像这种的，这叫做翻王啊，啊，这叫做翻伯啦，这就是大清帝国。伊讲咱台湾人鸟不生蛋的地方，男无情女无义啊，就是安尼。啊、所以中国人看台湾足无起，咱台湾其实吼，人真侪拢是为南岛遐刷来，因为地球吼古早时代有冰河期，冰河期吼一结冰啊，结冰到台湾的一半，所以吼台湾唔叫为樱花国五归我。樱花鲑鱼龟吼，为什么会变成内陆鱼？鲑鱼吼是一种游到大海再回流的，啊，也变成内陆鱼的时候被冰封住了，所以它在内陆里面繁殖，变成内陆鱼。迄阵是冰河时期，冰河时期了，咱台湾真侪拢沿着那个冰河旁边移民到台湾来。八仙到遐个时阵，伊准来。移民到台湾来以后，这大清帝国为咱这叫做喜欢啦。哦，这喜欢就因穿穿国的衫，哦，啊，大家拢咧翘裤翘裤安尼弯弯翘翘嘛，这就是大清帝国为咱台湾来台湾欢，这叫做喜欢。荷兰末期的时候，迄阵啊，伫个台湾的闽客，台湾的闽客就是中国人，哦，有3200个。病死就是病心讲啦，留来台湾的时阵，炸37000个，病死6000哦。病心讲灭的时阵啊，42000回遣回中国。安尼，台湾有几个中国人？无几个。所以啊，台湾的户口簿哦，不管是居民哦，还是番哦，全部大部分拢是番，只是甲分边部族啊，啊，西拉雅啦，啊，周族啦，啊，泰雅族啦，阿美族啦，分做各种，所有的拢番，啊，番喜欢噶，噶喜欢安尼，喜欢怎样都喜欢，喜欢就是好讲。闽南语啦，诶，遐讲迄个中国话啊，啊遐穿中国衫，迄个叫喜欢啦。啊，喜欢就是还要穿萝卜皮个。这样，大清的一统治啊，这些应该在切吼。台湾府自古方法是第五统中国名，叫做同番哦。明朝的时阵啊。红毛啊，所食，属日本。清顺二十年啊，才让甜仙公食。哦，这是一本册，自古方法之地，无通中国，属日本。这文献会来底写，乾隆23年的时候呐，以实施四性。你也知嘞，伊属于姓，我皇帝属于姓哦。啊，你若毋是嘞，足简单嘞代志嘞，抬头楼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所有人拢变做伊个姓啊。啊，你若毋变伊个姓，甲你扣税金。所以吼、哦，全台湾拢变中国人去啊，足简单嘞。啊，你无做好。来，我派一个文胆给你写招讨。哎，啊，你这尊哦，啊，这尊拢姓萧好嘞，啊，这尊拢姓陈，这尊拢姓施，唔是安尼，伊是去做官的，伊可能去遐做官哦。我姓施，啊，无恁大家拢姓施啦，我这尊来变拢变姓施。台湾人哪有可能规尊拢家己的人？
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可以便利做生意。我较早唔知影时阵，奈阮阿祖的墓牌顶头刻皇民，我较早就是讲哦，皇帝的子民的，皇民啊是天皇的子民。结果我一日倒去查，最近才知影讲，哎，入来民政府了才知影讲，啊，皇民就是天皇的子民。哦，我倒去经过去看看阮遐的墓吼，阮遐的公墓有几块皇民的墓牌，剩阮迄块唯一的，剩的拢叫盖起来。哦，拢中华民国几年修？中华民国前几年修？伊普姓和姓廖，普氏和姓廖，你会记诶？大清帝国啊，管台湾管212年诶，你想啦，流亡政府来到咱台湾才几年？60年尔呢。咱大家拢会晓讲北京话呢，连恁孙恁仔都会讲北京话。何况讲清朝甲你管210年。所以吼，大家拢变着讲，变得足自然个啦。即写予皇帝看个册，予皇帝诏书就对了。伊即使命讲，全台无地非藩，专台屯藩啦。一户受藩啊，拢为生藩献纳而来，所以规台湾拢藩啦。仅弹丸之地啊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损。所以这中国看台湾看足袂起的，讲无差。中国遐侪遐大都无时间了，管人哪有通管咱个台湾？所以来台湾啊，派来官拢安怎，固在恁去。恁做恁看，看要贪偌济，再恁去贪。所以来台湾做官的时阵啊，一年官，两年满，三年就准备要倒去中国啊。啊！若大清帝国迄阵管台湾的时阵，佮管半边尔嘛。东边、迄边拢还佮还啊，因拍袂过还啊呢。大清帝国边是拍袂赢还呢，所以哦，敢若有法度管西半部尔，东半部遐拢无法度管。啊，毋过吼，大清帝国皇帝吼足不要脸的。安怎不要脸？伊定啊关条约的时阵啊，将规粒台湾拢挂入去天后呢。迄就敢若你啊，你卖厝啊，我即间厝卖予你啊，含隔壁菜园仔煞同卖。啊，所以咧做种菜的遐人啊，那奇怪，阮伫遮种几落百担的菜园啊，啥物时阵变恁的？啊！日本天后讲，啊！恁大清帝国皇帝都已经拢挂予我，我当然嘛派兵来要管啊。啊！遐个高沙族个讲，哪有？遮阮祖先做个啥物人来当管？阮个传统领域。所以日本皇帝爱派兵来甲征服。日本天皇要甲征服之前，有先去问美国个。伊问美国讲：“恁遐印第安人安怎处理啊？哦，恁美国人来到遮美洲啊，也不过才200年啊，恁遐的番啊安怎处理啊？”美国甲讲：“你们要把它征服，要跟我们一样把它征服。征服了以后，唔知后迄个什么莫纳鲁道，伊唔知嘛。”你们在讲，这土地都已经挂好人了。原始部落没有国家，没有国家只好听任人家摆布。这样，恁的户口簿等于真足好。哦，伊来注明吼，你是福的啦，你是广的啦，唔是代表你是中国人。那是代表讲，你是喜欢，会晓讲河南话，哦，会晓讲客家话、广东话，
民这两年就有原因的，因为迄阵啊，咱是日本的土地，咱属日本。爱了解讲你若讲好了话，嘿，真好。下摆阮征服中国以后，派台湾人去管理福州，派辽国广东话人去管理广东，迄个心都在犹豫。户口簿顶头吼，你若有写一个签名吼，你才是中国人，哦，你才是大清帝国的人。哇，伫遮咯，这就是习惯咯，给你注明符。你等下看你家己的户口簿吼，你户口簿你有人签最近的电脑版哦，你要签用毛笔写的，日本时代的版。哇！伊这个吼，这个，伊阁甲你调查甲足清楚，伊这有吸鸦片的无？来来注鸦。迄阵啊，台湾人受清国的，迄个观念嘛足重的，迄阵足侪有那吸鸦片。啊，你若有缠足的啊，三寸金莲的，我甲注明这缠的，吼、哦。还那时候气吼还很多嘛。迄阵啊，大清帝国影响也是真侪，你会使娶大母细儿的嘛，迄足侪。啊，佫有即、這个，即、這個、黑黑的，这伊就是我让你知影你是，哦。即、這个日本的伊能家具吼，这是一个人类学者。伊阵啊来台湾的时候调查，哎、欸，台湾哦大概差分四个族群、八个族、十一个部落，哎、欸，大概以他还没有很深入的调查。接着是哦，卢凯族哈，卢凯族的头目，这看起来哈，有像非洲的原始部落遐吼，即马 Discovery 有咧播啊。有一个真相，即个啊，你唔通想讲伊即个安尼，即穿起来吼，即个穿插，拢是比中国人较高级的。中国人是只要做官的啊，穿好的衫了，剩的拢敢若乞食。迄、那个拄拄啊，迄个卢凯族的头目，嘛派去日本留学。去留学的时候吼，伊翕一张相；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翕一张相。啊，再去参观伊的丹后建。日本人要甲伊讲吼，是安那哩建书的，恁这个翻啊，是安尼互阮拍败，因为阮有这高科技，有这大炮，所以恁建书。无啥物失民主的，真正常。哎、欸，恁原来爱学这高科技，所以哦，中国人拢甲你教一寡唔对的。伊甲你教讲哦，只要有恒心哦，铁杵都可以磨成绣花针，对不对？嚯、哦，大家讲对啦，我只要有恒心一直磨，一定会磨成绣花针。错了。所有读过机工的啦、机械的拢知影，铁就是铁啦，不会变成针啦。铁吼，你才要把它锤，要把它炼成钢以后，才会变成针啦，才有办法做成针啦。铁绝对没办法做成针，你用铁线磨就好，不用用铁杵，用铁线下去磨，磨不了针啦，因为太嫩。一定要钢才行，可是中国人不懂钢啊！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练钢？你没记啊？毛泽东啊，毛泽东土法炼钢有无？迄阵才开始炼钢呢，土法炼钢呢。啊，你敢想无？因哪有法度通战争？连一把钢刀都打造不出来，你想要来战争？
所以中国人战争唔爱赢过。中国人自古到今哈，战争从来没有打赢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连钢刀都没有，他们只有大刀。我因那那那阵什么那个日本战争讲啊，都有大刀队，他只有大刀，只有铁刀而已，所以他们不会炼钢，钢才有办法磨成针啊。你唔通想相信中国人的话，那个笑感动天无？笑感动天，那個、第一笑就是迄个舜帝啊。哦，他很孝顺，感动天地，派大象跟小鸟来帮他犁田。你讲，我甲讲啊，唔免啦，即马你去看嘛，嘛拢有白龙师咧帮你犁田啊，对唔？嘛有水牛啊，哦，安尼每一个拢孝感动天。舜是皇帝呢，伊讲伊是天下第一孝啊，啊你嘛信呢？都跟他做蚂蚁绿工，他是天下第一孝感官艺术，你看看，安尼你嘛是，哦，如果不孝吼，千夫所指，什么，好在人若不孝，猪狗不如了，你那怎样？你孝顺再多没有爱吼，都是假的，你孝顺很多。有啦，嘿，我非常孝顺啊，出名堂妹都嘛讲我足孝顺的，我管他去死哦，我很孝顺就好了。孝顺是什么意思？孝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外国人没有孝顺的，足奇怪，唔过吼。中国人反过来时阵，就会翻作孝顺。在美国呢，美国没有孝顺，他们只有爱。你要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朋友，爱你的爱人，爱你的情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各种爱，他们绝对没有孝顺的。但是哦，翻过来哦，翻成中文就会变孝顺。你看，奇怪。这是中国人调侃起来的。那呢，咱较听人国讲的，白宫啊，白宫的英文怎么写？足简单的 White House 呢 ，White House 的白屋子而已，那么简单的英文，翻成中文会变白宫。这么简单的英文大家都会，但是它会翻成白宫。哪呢？新北市有没有？新北市翻成英文会叫什么 ？New Taipei。啊，奇怪呢，新约克那里翻过来会变纽约。新西兰翻过来会变纽西兰啊。新泽西翻过来会变纽泽西啊。这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要你搞混的，你要你英文不会没关系的，我们会就好。你们台湾人啊，不用了，你写什么英文？有钱再去写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你开多少钱去补英文，你就包围了。定嘛？现在补习班上多就是英文补习班了，啊，谁让你学会啊？因为他不让你学会，因为你是第一人。你的音乐学会吗？从小啊，教你音乐的时候怎样？哦，今天上课有督学要来督导。来，大家赶快哈、哦，集合成到那个中大教堂里面教你们豆芽菜。啊，那我督学未来啊，那么，然后唱唱歌啊，这个是音乐。啊，美术了，通在学书法了，对不对？都教那个中国文化，
伊拢认为吼，全世界吼拢做做垃圾，因为安怎，因食饭拢用手，尤其是印度人，即人手食饭倒手一家阵，有时啊倒连倒手才食食饭了，对不对？这中国人上上话讲的，你也知呢。人因印度人吼是手清洁才敢食的，对不对？甚至讲洗清洁才食的，身躯嘛洗清洁才来食的，对不对？印度人嘛十几亿人的，嘛无比中国人较少落去的。啊，中国人诶，中国人讲，唉，您吃饭一定要用筷子，对不对？筷子才干净嘛。啊，你手没有干净，没有关系，筷子干净就可以了。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吼，吃饭一定要用筷子，没有筷子就不卫生。你用手吃的一定是不卫生的。行了，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是脏的。人印尼人也用手吃饭啊，搞手吃饭的有多少人比你较无健康的？大家都很健康啊。China 这个国家是怎叫做 China？ China 就是瓷器， China 是瓷器，你知道吗？不过翻过来中文会变中国的。瓷器哦，这个国名是自古早，因瓷器开始销外销欧洲的时候，人就叫因叫瓷器。啊！你一直甲你叫，一直甲你叫瓷器，啊！你翻过来中文会变成中国，足奇怪的事。恁知影啥？中国没有森林火灾无？恁捌听森林火灾无？美国有森林火灾无？哦，加拿大有森林火灾，澳大利亚有森林火灾，连欧洲都有森林火灾，就是中国没有，连非洲都有火灾哦。就是中国没有森林火灾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没有森林。中国自古以后都在烧陶瓷，所有的树啊，臭气烧毁啊。唔哪奈嘞，所有的树啊嘛，拢臭气做堤啊。啊，搁有无？搁有臭气做大船。所以根本没有森林。那如果卫星一个看起来，中国是沙漠。中国人想要来干这个。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铁有分好铁跟烂铁哦。铁就是铁。哦。中国人做的恨铁不成钢。有没有？你用恨的没有用的铁哈，要下去打，要下去锤，下去炼才会变成钢。可是中国人一直恨不了钢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们不求长进的，因哈上老的是啥？因上老就是养蚕的，烧陶瓷的，所以。他的那个师资才要很好，我也需要，我转世的时候，唔过也被人抢回去，对不？也需要有人外销，干那皇帝抢回去了。搁一件，中国人最好放冲天炮，对不？唔过啊，不要放烟火。因为敢若想讲冲天炮尔，毋知影讲哦，冲天炮会当做迄个火箭上月球。因袂晓练功，所以哦，根本袂晓拍刀啊。日本因遮武术都打击的宝刀，拍出来武术都打击就是钢刀，所以这一个战争类哦。小破了嘞，水灾啊，水灾失眠啊，所以中国现在唔捌建啊，原因伫遮。
中国甲蒙古签嘛建书，甲苏俄签嘛建书，甲印度签嘛建书，甲越南签嘛建书，四周围拢建书啦。迄阵啊，日本来咱台湾的时候，咱台湾是已经变作日本来的，所以爱叫咱台湾人做兵，有无？叫咱做兵的时候，爱切，切看看你这个人啊，会晓讲日语的，身材安怎？大家嘛高同腰有无？啊，你平衡感的嘛，才会当做我日本兵的，我毋是清清菜菜的。啊！若中国人，中国人红酒的，到路边酒的，真侪老兵讲，他也不知道怎样哦，就被拉来当兵了。这伊两家真会向着，这咱台湾啊，咱台湾其实拢总哦有36种，这是我调查下来。有族名，拢做36族，啊，真侪已经拢灭族去。迄阵啊，台湾人哦，出国爱用护照，大清帝国的人爱用护照，大清帝国派人来咱台湾哦，爱护照的。光绪1893年的时候，迄阵啊，咱台湾的。254万，伫个明治两年时，台湾人257万，才上到3万尔。迄阵啊，调查到我咧真清楚哦。伫个1896年，1896年就是吼，迄阵已经《马关条约》挂号日本天皇啦。第二年，日本天皇吼将1000个人赶出台湾，乞食落岸卡。无大诶所在，拢驱逐出境。伊还有6条，第一条讲哦，5月春节之前若无退出台湾哦，啊，你若有地址，我甲你伊妈关掉伊，看作是台湾诶居民。第3、5条则，你若毋做我日本人，会使伫咧两年内底哦，伊刷出去台湾。所以哦，对迄阵开始啊，咱台湾人拢已经变作日本人。中国人老骗骗只，甲你讲中国的国旗是这支嘞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支嘞，其实啊，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旗是这支嘞，对不对？代表汉满蒙回战，啊，这支嘞，这支是伊迄阵的海军军旗，海军军旗吼、哦，来到台湾的时候是派海军过来，所以要造这支旗啊。不过即摆已经去予即支旗啊取代去啊！啊，大清帝国迄阵啊，较早是无旗的。大清帝国较早是无旗啊，迄是伊派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的时阵啊。哎，那全世界共达国拢有国旗啊，那敢若大清帝国有国旗？奏请皇帝哦，用即支做大清帝国的国旗，迄阵才有国旗。迄阵大清国派伊。派去日本留学的时阵，啊，日本甲因调查，规班甲因查查来讲，啊，恁什么人是千国人？什么人是美国人？会查出来讲，一半毋知影伊倒位啦，因为因无国家。啊，一半讲，佮另外一个讲，伊是千国人，啊，另外佮一半讲，伊是支那人。啊，佫有一寡讲伊是唐人，所以中国这个国家足奇怪，中国人上好食，对不对？因熬食到啥程度？迄阵啊，美国的航空母舰有迄个小鹰号，6000个人拢食10顿的食物啊，一天。这个啊，这辽宁号吼。辽宁号，恁知影无？辽宁的迄、那个，辽宁迄台吼，讲啊，因2000个人伫咧船顶，一天嘛是食10顿，
安怎搞？因偌好食，因有毛的吼，食较脏水；无毛的，食较清气。有脚的，是食到楼梯；无脚的，是食到倒柜的。所以中国人足好听的，老食到啥程度？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，有无？伊若现在去吃头路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。哦，有迄款民族。那这个条件哦，是足简单的，你知道？我拢讲哦，来，通通到我家切了很多奴隶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还有赞，已经双倍了。结果还是无人要来，足奇怪的。他们只求一口饭吃的，我给他两口啊，无人要来。唔知啥物原因，可能我心内较歹看。所以这种文化，哎，读几落千年。你若感觉无得啊，你也感觉很优美啊，很爽啊。因为这个有毒的文化吼，毒到你已经没有感觉。